前往下一个目标。这片洞，玉壶中洞天，thank you.
一决胜负。哎呀，一看你的表情，习惯习惯，你是不是忘了我对这个不属于我，而且我已经与其操心。向着星辰，每次来都觉得这里典雅又气派，真的好漂亮。我们就在这里等你们的消息吧，就不为你们添麻烦了。林华他不会介意啦。就算我们跟进去，也不知道该干什么，还可能说错话，还是算了吧。那也行，我们去去就回。一决胜负。
骑士团的大家有没有认真工作呢？